2023金门农村生活节24号在金门林务所的小木屋广场举办。今年的农村生活节以友善产业、有机岛屿为主题，推广友善环境和生态农牧产品，展现金门推动农村再生计划的成果。这就是生活好了，那你就不用太多琢磨，只要小小的活动是由农业部农村发展还有水土保持署台南分署和林务所共同举办，内容包含创意纹样捐印、独居风风潮制作、漂流七扇制作、金门风味马吉等等手作工艺，还有体验活动，适合亲子共游，感受金门农村产业的丰富。今天办理农村生活节，今年我记得应该是第四年了。那我们很荣幸，我们水保署台南分署这边一直长期支持我们办理我们的农村培根计划那也跟我们在地的农村青年有一些很好的互动，那也协助我们农村青年在整个地区虽然景气没有很好，但是整个农村的一个发展让我们年轻人可以留下来能够创业。那当然我们建设处也一直县政府也一直跟我们中央一直结合在一起，也用实质的一些辅导跟补助，那希望说我们的农村发展能够越来越好。金门推动农村再生区域的亮点计划，持续以生态保育、环境友善、循环永续以及文化传承为目标，辅导金门的农村社区还有青年农民推动自然生态保育、友善农业、农产加工品的研发，创造金门在地特色品牌，